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。这首歌也唱了不少次，尽量告诉自己唱这首歌不要哭不要哭，结果最后尾奏的时候汹涌汹涌。今天晚上的节目叫做就是要好心情。过了3年的疫情，我们都不能见面，好痛苦。今年呢，我决定我们就是要见面。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台上呢用心的表演，不管是演奏演唱蔡琴的表演，然后各位呢，你们在台下用好心情欣赏享受一整个晚上的好歌，最后每个人再带着好心情回家。要等你回来，我要等你回来，还不回来，春光不在，还不回来，热泪满腮，两双眼子一回来，今天春花未已开。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你为什么不回来？我要等你回来，我要等你回来，还不回来，春光不再，还不回来，热泪满腮。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，虽然不能爱你，却又不知该如何。相信总会有一天，你一定会离去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所有的故事，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。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，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。我在台上至少超过30年了吧，这首歌也唱了不少次，尽量告诉自己唱这首歌不要哭不要哭，结果最后尾奏的时候汹涌汹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。第一场就让蔡琴觉得我们怎么不早点认识呢？